欢迎收看手机游戏 Free Fire 玩火继续，我是尼亚斯。今晚玩的是 Free Fire 的团队死斗野配，不知道配到的队友是高手玩家、新手玩家，还是老手玩家，还是小朋友玩家、大人玩家。好的，让我们准备开始这一场呢。我选择拿了 AK， 然后 AK 的涂装是龙战于野哦。通常没有散弹枪或者是只有18/12的时候，我才会拿 AK 啊，因为。其实我说真的，大家有感觉到吧？其实18/12还是散弹枪中比较难用的一把散弹枪。如果18/12 A104 跟 N1887 这三把散弹枪选择，你会选哪一把呢？我应该会优先选择这个 N1887， 再来是 A104 哦。大家可以在底下留个言哦，告诉我你会选择哪一把散弹枪。哦呦呦！OK， 一个炮头，哎，还有一只。OK， 三杀，不错哦。自己，哎，对，私底下有几场团队死斗啊，遇到观众，他们都是养成一个不知道哎坏习惯吗？他们会认枪，说雅思不会，雅思应该不会拿 AK 吧？这应该是假的。什么叫做雅思不会拿 AK？ 我这除了散弹枪之外，其他都不能拿，是不是？这么可怜吗？有时候想拿点别的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只打中一枪，哎呦，后面是队友，看错人，看错人。我拿个子弹，哎，三线，他还要出来吗 ？Double kill。楼房楼上不知道人还在不在，队友上去了，被人家收掉了。楼房应该不在了。因为队友上去也没有枪声哦。嗯。OK。嗯。哦，对，刚刚讲到一半，就是我也是可以，应该可以拿其他枪的吧，除了散弹枪之外。然后很奇怪的是，每当我比如说我拿 AK 啊，拿 M4A1 啊，拿 SKS 啊 ，N14 啊 ，CG15 啊 ，UMP MP5 MP40 啊。还有手枪啊，还有 AN94 啊 ，XM8 啊，还有什么枪 ？SVD 好像比较少，还有哎，哦，他跟我蹲，哦，这个观众是 不方便开麦，嗨，嗨，好啦，好，不要卡在同一个地方，赶快去打人，赶快去打人，好，还有什么？我想一下哦，还有什么枪啊？18/12啊，然后还有什么枪？步枪有什么枪？我已经忘记了。哦，发马斯，对，还有发马斯，然后大概这些吧。然后就是我拿这些枪吃鸡的时候啊，我拿这些枪吃鸡的时候，特定的观众都不会出现。对，特定的观众都不会出现。然后当我疯狂拿散弹枪跟 SCAR 的时候，这些特定的观众就会出现留言说：“雅思你都不玩其他的枪。”对，哎，哎，这个闪躲18/12，就是譬如说，其实我之前都有拍过，可是观众的观看不高，我就想说观众可能不爱看我拿那些枪吧，所以我就会比较少拿。但其实。其他枪我偶尔也是会拿的啦，只是拿的次数比较少，可能打个20场、30场会拿个一场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毕竟还是要用自己习惯的枪啦，不然有时候打不太习惯嘛。但我还是会偶尔尝试一下。OK， 倒。哎，这边有一只，右边还一只，右边还一只。他跑到后面去了，看到，哎，呦呦呦，想干嘛？残血，残血，等一下，我只剩11发子弹了，快没血了，赶快跑，赶快跑，哦，哎呦，哎呦哎呦，赶快绕跑，赶快绕跑。哎，我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死啊？好像是，对不对？哎，到底有没有死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好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总之就是，我偶尔会拿点别的枪，但是可能你们影片比较少看到。如果你们想要看我拿。AK 吃鸡 ，CG15 吃鸡 ，FAMAS 吃鸡 ，18/12 吃鸡 ，18/12 吃鸡 ，MP40 吃鸡 ，GROZA 吃鸡 ，M4A1 吃鸡 ，AN94 吃鸡 ，XM8 吃鸡，
还有 S4 吃鸡、SKS 吃鸡，还有什么吃鸡？手枪吃鸡。还有空拳吃鸡啊，你们都可以 YouTube 搜寻，比如说你想要找尼亚斯的空拳吃鸡好了，你就 YouTube 搜寻尼亚斯空拳吃鸡，应该就找得到了，对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拍的 Free Fire 影片，还有一只，打了，就我拍的 Free Fire 影片蛮多的，就是你可以在每一部影片右上角一个英文字母的小写 I 嘛，那个就是 Free Fire 的播放清单，我有整理播放清单，我预。Free Fire 的播放清单里面全部都是 Free Fire 的影片，包含排位赛啊，包含排位赛啊，经典模式啊，还有挑战一把枪吃鸡之类的都在里面。可能你们要找比较麻烦，当然你们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看啊，从最旧的 Free Fire 影片看到现在也是没问题的啦。但是，哎、欸。哦，赢了，40-10，我给你多少？21。哎、欸，我到底有没有死啊？还是又出 bug？ 等下看一下战绩好了。总之，你们可以去找播放清单或 YouTube 搜寻啊。单排的手枪吃鸡或单排双人的手枪吃鸡，我都有拍过，都有吃鸡。然后单拿 AK 一把枪吃鸡也有拍过，就单拿 AK， 然后落地两把枪，随选到什么枪就吃鸡也有拍过 ，CGC 也有拍过。那其他你们想得到的我就不拍了，因为我觉得有点懒。等到我突然想拍，我再来拍吧。然后这场完全零死亡、欸，哎，杀21杀零死亡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平日晚上6点会发片，假日是早上9点，每天都一定会发影片。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，订阅内容不要用首页。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各位拜拜。